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要出一张属于自己的 EP。 从小就很喜欢唱歌，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让大家听见。朝我冲过来，就是跟我要签名啊，然后还就是跟我一起唱了我那个影片的歌，就还蛮开心的。四五个摄影师冲向我的时候，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吓傻在那边，然后那闪光灯一直闪，然后就莫名其妙被拍了好几张照片。后来还有一个梯子摄影师，对啊，就搞好像明星一样，虽然搞不太清楚状况，但是还蛮开心的。你会红，天庭饱满，家里定和兄弟姐妹对吧？没很多，容光焕发，红光满面，会保养，对对对，很好哦。没有吗？没有。我看你一脸明星脸，你会唱歌对吧？是很会唱。其实我有兄弟姐妹啦，然后也有男朋友，只是因为他感觉怪怪的，我就刚刚想回避他，就随便回答。然后我也蛮喜欢唱歌的，就是梦想可以想要出一张 EP， 但是就觉得应该不太可能。他台词念不顺，干什么？几次啊？换一下。你，喂。产品，来啊！一、三、二，他非常好，就这样，上，老板。今天录得气，很开心，帮年轻女生完成梦想。恭喜你获得十万圆梦基金！谢谢。真的是我吗？真的是你啊！真的。那我要先感谢路德清给我这个机会完成梦想。恭喜你获得十万现金！围观，然后就被抓上去。然后他拿那个产品，就是路德清的水火保湿凝露给我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哎，这会不会是我之前参加那个圆梦计划的其中一个桥段？感觉好像做梦，就是有人找我要签名，哎，然后还一堆人帮我拍照啊，然后最后得奖了，可是就想说，这会不会是一整天录的什么实境整人节目啊？然后朋友也来骗我什么的。然后后来就是问一下，就是真的，就是他们，我真的得奖了，然后他们也要帮我圆这个梦想。